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就看过这个节目，当时有些这些场景还历历在目，这样再重新看到，感觉到心情还是很振奋的，很激动的。共产党呢，就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实现这个共同的理想——共产主义，经过卓绝的奋斗，然后最终取得胜利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来之不易的。我们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，然后能够看到这样的演出，心情特别的激动。就是有这些革命前辈他们的奋斗，才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吧。看的时候非常感动，感到很震撼，很振奋人心，看到了咱共产党勇往直前啊，不怕牺牲的精神。